爸爸爸爸爸。大姐任多许久没回台湾过年，我和小妹讨论后，决定营造一个年节的气氛。妈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，好久不见，不二家的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，有这样，我选到你。可以，对不对？对哦。那我们先好不好？加油！这个农场一进来的停车场，还有这个可以跑跳的一个户外空间都是免收费的，要进到这个农场里面才需要收费，然后门票是100块，可以抵一些饮食的消费。嗨，大笨鹅！呆头鹅，大笨鹅！呆头鹅，过来吧！他该不会以为我饲料吧？啊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所以加拿大没有毛豆这种东西，要去华人超市买冷冻的，然后自己用那些什么那个我没用过。超多毛豆。